双眼皮手术呢，一般5到7天拆线，拆线之后呢，一天就可以进行淋浴呀、洗澡啊，这些都没有什么妨碍，就可以化妆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术后呢，可能还要看你的这个双眼皮是埋线法呀，还是切开法呀，还是说有去脂啊，还是有提上睑肌的这些手术。有一些就是如果是切开的这个双眼从睑手术呢，它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恢复期。但是呢，日常的化妆呢，还是不是特别受影响的，还是可以化妆的。那么我们，还有一种方法呢，是埋线法。埋线法一般埋线之后呢，它就一周左右就有一个比较自然的外观。它呢，也可以就是早期，5天左右就可以化妆了，是没有问题的。